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黄锦瑜，欢迎锦瑜。腰不好，帅不帅？看，来来来，我们先这样，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还看这边。好，我们让一起掌声尖叫，欢迎黄锦瑜，欢迎。锦瑜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讲一下最近的一些行程，好不好？分享一下心情。大家好，我是黄锦瑜，然后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然后。可能后面又要马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又不能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能在这儿看到大家也是很开心。要有新的工作，对不对？对 对, 对。到时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不对？到时候。是的，是的。好，那我在这就不说了。好，暂时不能讲，对不对？哎，就是冲过去告诉他们，好不好？那锦瑜是第一次参加新浪的这个微博的粉丝嘉年华，对不对？对对对，第一次。我们这个很特别啊。是粉丝给你颁什么奖你就要拿什么奖、哦、他们会自己给这个奖杯想名字。好，你猜一下大概会拿到什么奖。大概会什么？因为杨幂拿的是杨幂大美女，会不会拿一个黄锦瑜大帅哥奖？什么最不会聊天奖吗？好，你觉得是最不会聊天、是啊、你跟粉丝会有的时候会空降什么粉丝群聊一下天吗？基本没有吧。没有过吗？没有吧。好、啊，等一下，那我就是让逼他，然后去粉丝群空降一下，好不好？不是我不空降、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空降。我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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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好不好？好，那我先请粉丝代表上来给锦瑜颁奖，来，有请粉丝代表，欢迎你们。奖杯是自己做的，对不对？来，给他颁奖。来念一下奖项的名字。偷心大哥奖。哦，刚柔并济，铁汉柔情，偷心大哥奖，好长的名字。你再完整的念一遍好吗？铁汉柔并济，铁汉柔情，偷心大哥奖。我们采访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奖嘞？因为帅。这个奖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还是你有征求所有护京团的意见？所有护京团一起起的。都觉得看到他第一眼就被偷了心，对不对？你呢？对，表示都对。好，您是他的这个姐姐，对不对？对。这个看到锦瑜本人觉得怎么样？帅。帅啊，您觉得呢？帅死了。帅死了。你是第一次见他这么近距离见他本人吗？然后就特别激动，然后想跟锦瑜说两句。当然可以，来。你总是在镜头前对我们表示感谢嘛，然后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跟你说声谢谢，然后因为你的出现是许多了我们，然后就有了更大的力量，然后你的不怕后悔不留遗憾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然后小甜果会一直陪着你。嗯，还有那个忘词了，还有那个就是你的自由洒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然后胡静才会给你最好的支持，做你最棒的靠山，然后谢谢胡京团，爱你。锦瑜有什么话想对胡京团的朋友讲？因为你说有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在拍戏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跟大家见面，但今天借助这难得的机会，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一讲？听完了粉丝的表白之后，那首先还是感谢，是感谢。时间也不短了，对，我跟大家认识时间其实不长嘛，也不短了。所以还是感谢大家这么一段时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然后在我长期可能国外各种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地方待着不露面的时候，你们也能在家里这么默默守候着我，其实是值得比较感动的。对，所以还是要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这份执着，谢谢。谢谢，我们掌声送给锦瑜的粉丝，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帮他，啊，这个要哦，先帮他保管，对不对？好，哦，你还有写那个小抄在手上。因为我怕忘词，可还是忘了。没关系，只要见到他本人，然后把护京团的心意传递给他就好，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这个我帮他拿一下吧，我怕他等一下做游戏的时候不好拿。我们让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吧，因为等一下景瑜还要跟大家玩游戏，我们先请工作人员保管一下，但等一下肯定会交到他手里，好不好啊？大家不用担心。接下来听说要有一群粉丝跟黄景瑜进行贴身肉搏。啊，贴身肉搏？对呀、啊，我刚看到，如果是跟你的话，你就会说。要对不对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请粉丝代表上来，然后我们先请那个粉丝代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道具都上来，来有请。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的景瑜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玩抢沙发的游戏，因为大家平时会去逛自己 idol 的这个微博，对不对？如果能抢到第一个沙发，就有可能被 idol 第一个回复或者关注到，那么我们就会到这个游戏当中来抢沙发，就是大家俗称的抢椅子，一共会进行五轮，看看你们深爱的景瑜是不是真的铁汉柔情的时候到了。哎，我们上次做节目有玩很多别的游戏吧，什么梳头啊，对啊对啊对啊，系鞋带，绑头发，绑头发，那待会看他们表现吧，我就额外加一些福利哈。好了，好不好？什么福利啊？比如说你先走到最前面，好不好？因为他们离他们近一点点啊，但注意安全哈，好不好啊？啊，好，你们要注意安全哦，在这差不多，在这差不多了，小心哦，小心哦。好了好了，嗯，这样够近了吧？好不好哈？好，这边也走动一下啊，但你们要注意安全啊。Hello， 我脸上有痘痘，今天我不想被。还有那边，还有那边，那边再过去一下下。哎 ，Hello。好，我们请粉丝代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一直有人在说黄景瑜太瘦了，景瑜还是蛮能吃的，前两天我们刚刚一起吃了顿饭，他一个人吃了三个人的分量，等到吃到最后他才问我说你要不要也吃一点。好，那我们五位粉丝代有派一个代表，好吧，说一下看到景瑜的感受，就您好不好啊？见到景瑜太激动了，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步惊团爱你。我是代表黄景瑜爱心小站来的，然后想跟景瑜说，护军团一直在，然后做你最坚强的后盾。谢谢谢谢。然后欣喜加油，然后护军团会永远支持你啊，加油。我是代表那个同行的，然后我们一路风景与你同行。谢谢谢谢。你好，我是代表锦瑟的，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不管以前、现在和以后你做什么决定，我们护军团都会永远支持你。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虽然你们刚刚是说就是什么很爱他之类，但是现在要跟他厮杀，抢椅子都知道，每一轮会淘汰掉一个人，好不好？是大家就围着这个椅子转，然后音乐一停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人就是可以进入到下一轮，但没有坐在椅子上的人就要被淘汰，大家明白了吧？现在一共场上是六个人，我们一共有五把椅子，景瑜站到这二位的中间来，好不好？好，然后大家围着这个，我们老师给点音乐啊，我们围着这个凳子可以转了，好不好？大家向左，向左，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向这，向这转，向这转，向这，向这转，对对对，然后走，开始。不是因为我是游戏黑洞，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我是游戏黑洞，我有点讲不明白那个游戏规则。反正就差不多，我说停，然后就停，好不好？好。这个游戏不是谦让景瑜啊，是要扑到他的身上。他就哎呀呀，我不行了，这个位置是我的，停。不好意思啊，跟景瑜握下手啊，谢谢，谢谢您。啊，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不好意思，您第一个被淘汰了。啊，想对那位比你体重重一点点的美女说什么？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等着。好，我们继续起立好不好？然后继续。我觉得你会留到最后，哎，你是最棒的。上次跟你玩过游戏，你不记得了吗？上次跟我玩，你说单独？是周一见的时候。我以为你单独跟我玩过游戏，我不记得。周一见，在上海。你们之间的事就不要来跟我说了，好不好啊？我在，我在。来，大家转起来。那个应该撤一个椅子。哎，对对对，跟你聊天都忘记了。不好，我就说了我是游戏黑洞，有点记不明白规则。好，好，我们继续哈。这次你来海婷好不好？我把话筒交给您，您说开始和停，好不好？景瑜，你要抢吗？啊？你要抢吗？
抢呀、啊！继续。哎，你很会主持，我先休息一下了。开始，停。啊，你好厉害！你想对这位很厉害的美女说什么？你快点下去吧。您在这边观战好不好？下一个主持人是您，好不好？好，来，接下来您来主持这个节奏，好吧？我们再撤一个凳子，请工作人员哈。我就说他应该会留到最后吧，不过看您的节奏了啊，来，开始。停。哇塞！天哪，你被淘汰！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发生什么？那位发生了什么？我刚发生什么？刚发生什么？就我没有抢啊。为什么？因为不好意思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在最后那一瞬间。我想最后有奖励，能不能跟景瑜合个影？你不是代表景瑜爱心小站来的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爱心去哪儿了？哎，一听，瞬间啊，好的，二位先握一下手好不好？好，然后您再跟景瑜握一下手好不好啊？谢谢，然后我们在这边等啊，你没有握，你去补握一下，补握一下。我就跟你说了，我的主持功力现在就早上那个12点以前的人啊，现在不是12点，下午了哈、啊，你出去。好，接下来你来，再撤一个椅子。好，你们三个如果再 cue 我的话，我就去。对，哇，现在只有2把椅子，三个人啦，景瑜要抢的啦。好了，好来，我们请不要什么这位妹妹来帮我做主持，好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谁想赢？还没开始啊？还没有。准备，哎，我刚刚才开始准备。哦。你们能跑起来吗？积极一点。一二，继续跑。好晕啊！那晕的话，景云说他晕了，你们反方向跑吧。一二，停。谢谢啊，恭喜景云被淘汰了，说一下淘汰心得。真的好晕啊，这样跑起来。好，最后我们一个凳子抢一下好不好、嗯、一个凳子两个人抢一下，然后最后的那个人可以跟景云拍一张照好吧。好，一个凳子，二位来。好，景云你来喊吧。好，准备好，很快啊、哦、预备开始。好，预备。停，恭喜您跟景瑜握个手吧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这位很幸运跟景瑜合个影好不好，景瑜来中间。哎，怎么合、啊、随便你们摆什么动作，粉丝可以提要求。我们拿什么合、啊、中间我们的专门的，来，这位是我们的专门的摄影老师。这边对，这边来。好的，谢谢我们的粉丝们，谢谢我们的粉丝们。哦，一起合影可以，来，我们一起合个大合影来。好了啦，谢谢我们的五位粉丝，谢谢粉丝们，谢谢粉丝，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啦，下次见。哎呀，我这个连续好几天都见到你，是啊，很烦是不是？不是，是你卸了妆跟化妆没什么区别。哦，我以为你要说老蹭你饭了。不是，没什么区别，没有，那顿是你请的，就，好，OK， 这个景瑜马上就要离开我们现场了、嗯、然后呢现场来很多的护京团，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尤其是这边这一片所有的这些少女们啊、嗯、刚才一上台，然后表示过对大家之前的一些不离不弃的感谢，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对大家之后一段时间喂哎，要对大家之后一段时间的这些坚持表示提前的感谢和祝贺。我们也再次说谢谢所有的护京团们，谢谢。景瑜最后你比个心好不好？比个心。谢谢我们的景瑜，谢谢，拜拜。